马部长，还有各类机关我们各位同仁，大家好。我想请教啊，马部长。哎，请部长。喂，好。啊，部长好。哎，部长，这个今天我们这是就是解冻案了哈。那其中有关这个车马这个新的号牌啊哈，我想这个你的报说明这个哈，从1993年就开始演绎新号牌，那演绎了这7、8年了。那中间当然因为新号牌没有出来啊，结果那一些哈机器车的这一些牌那号牌啊，真的非常乱啊，简直看的都没有章法。你说前面两个是字母是英文字母，后面四个阿拉伯数字，然后变到最后也有变成两个字母了，到后面去那字母又两个字母又一个变成这个阿拉伯数字，也有两个都是阿拉伯数字的。你看这个乱的实在是啊，当然这个你说警察执法哈，在新的研究八九年哦，我想新的那个出来。当然可以用100年的那个来申请都还可以新的用，那将来这个新的出来，我想哈、哦，我们旧的也没有会嘛，为了省大家的钱，不换新嘛。对。那结果这个三个字母的，再加上这边前面字母后面字母，我看这乱得一塌糊涂啊！真的给人家看就没有科学，不科学了。其实哈、哦，当然在资料电脑化资讯管理，还是说哦这个警察执法方面。哦，没有影响，但是在一般的民众的观感中，实在是好像我们都不用头脑，不用脑筋去做。你看，我上次也执行过说，这个我们在你看，我们有汉字啊，汉字很好用啊。日本跟大陆，你看那个汉字，一个城市，这个一个江苏省，对不对？一个苏字，它就下面苏一、苏二、苏三。苏一就是他们的省会南京，苏二你就知道在苏州还是哪里，就都可以看出那个车在哪里。我们到处传，有如果发生过去啊，我们现在是录影机比较多了哈。过去车祸啊，很多是靠还是刑案的侦破啊，很多是靠这个目击民众啊提供的线索。他看到车子号码，哎，很好记，这个是哪里的车子？像你英文代号，我们也不知道你英文出来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县市的。尤其我们这个直辖市跟台湾省又分了这个这么哦，这个直辖市自己用了。现在新成立台中、台南那个是不是他们自己也用自己的？是，我跟委员报告哈，这个过去这段时间委员指教的这些号牌的问题啊，确实将来应该要一次彻底的改进了哈。对。那现在号牌是并没有台北市、台湾省，或者是将来也没有台南。对了，就你这样统一这样三个号码就那个了嘛。对，就全部一体适用这样，不要再分省，现在也没有省了嘛，是对不对？是哦，是。所以这个我是提一下哈，这个我想是，我们会遵照委员的提示来，就是说来精进将来这个有些事情呢、哦、要用头脑，不要给人家看了，外国人看他也觉得说我们没不科学啊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那谢谢。好，部长，我再请教一下哈，有关那个台27线跟国道3哈，这个匝道的问题，上次你给我答案说县政府那边不配合嘛，是不是？现在他们报上来没有？报上来了，不是，我是哎呀，谢谢部长啊，那个是部长27线有了，他那个文在我这边了哈、哦。是，他那文上次我问了，不是你说哦，他们有公文上来就不配合嘛？不配合，结果我就回去哈、哦，我说请你们拿那个公文给我，后来没有拿，但是我回去有提到这个事情，他们在讲啊，我就说县政府不配合啊，当然有公文到交通部去，结果他们硬让说要抗议，要向县政府抗议啊，结果这个最新的文是5月11号来，他是这样讲，有关交通这个我们哈、哦、公路总不是高工局了哈，高是国道国工局了哈，这个。他啊，国道三号与台27线交汇处周边整体交通改善可行性研究定稿版内容，以3400万额度内负担，并配合啊办理用地取得相关作业，会请贵局依规定办理后续事宜。他现在是同意的，对不对？这一个大的转折啦，我想这个啊，部长这一方面你就好，既然他同意了，好，我们后续的这个，好，我们就顺势往下推了。对，3400万，他我们地方要负担的，然后配合土地呢，这个就没问题。好，谢谢委员，拜托哈，这个能够尽快能够来动工。好，谢谢委员，拜托部长。好，还有再过来哈，上次给部长提过，就是说高雄哈，高雄县市合并之后啊，
屏东就是面临这个边缘化的危机啊，真的确实是这样。而且屏东平原那么广阔，幅员广阔，是一个哈农业的一个重镇呐哈。我想高雄都市，我们这个一些哈需要地方的农产品什么，这个都是要从屏东这样过去。讲起来，高屏可以说是一个生活圈呐。那我想目前所有的道路啊是不够的啦，哦，就是说，你看我们有时候去台中周边，哎呦，去做那个好像到处都非常方便。那屏东确实是被边缘化了，所以我想说我们。上次我向金建会争取了400万哈，去规划一个哈，那个就是说横向的一个再增加一条快速道路，哈，它有一些这个评估嘛哈，我想那个就是台一线旁边的是吧？对，台一线跟台国道三中间呐，有再做一条横向，哦，这一部分呢，我想我那一天再去金建会，他是讲这样哈，要交通部这边哈，应来建案，先建案。哦，然后再来推动，因为这个其实在屏东市的部分哈，哦，是比较短呐，啊，哦，在高雄市的部分比较长，它去到仁武啊哈，哦，经过大树仁武、鸟松仁武，这样这个它也周边将来开发，对他们都这个跨区家族啊哈，哦，跨区家族有这个哈，哦，有这个效益啊，所以应该哈，哦，因为如果由屏东市这边哈，哦，来那个。层级太低也没办法去协调，所以我们如果先建案呐，啊，我想有一个新好的开始，我们就有一个曙光，一道曙光来了，我们就可以继续推动。好，部长，你这样有没有了解？是，我想因为这个还是因为他我们原来是屏东市做的了，对对，所以那个那个金建会也讲嘛，就是说屏东市做没错，这一本送到那边他们了解，哦，就来显现定线。哦，这个都这个专业方面还是要交通部。那你这边建案将来预算要怎么筹措？我们再来大家。对，这里面大概会涉及到环评这部分需要屏东县政府来没错啊，那他应该他这个我想这样跟委员报告了哈，我会要这个公路，这个应该跟公路局有关了。我要公路局研议一下，对对，这个案往下推动，我们怎么来推，要怎么好不好？推动现在对对对，然后中间有需要地方政府配合什么东西，我们再来请委员来帮忙，做好不好？103年能不能让有一些就是说，因为我们都有一些专案计划嘛，年度的专案，这个是不是能不把它？我想这个我会要公路局啊，就是说这个把这个整个这个案哈，啊，如何往下推动的部分。弄出一个构想来，然后跟委员来报告，再来讨论，好不好？好。